对那个台中印象就是那个大美很好吃啊，对啊。然后刚刚还有喝到那个很好喝的豆浆，这样子用两杯，还有像咖啡有，然后也谢谢大家这么热，没有在家吹冷气，然后坐在这边听听，就是听起来也没有很凉的音乐，好很多。好，我们下一首歌叫《胖子与瘦子》，然后我觉得也不用送给胖子，因为大家都在流汗，应该回去都会瘦。然后，就这样。